小心啊，锁血啊！哎，锁血我也锁啊，看你能锁几次，大家一起锁。哎哎，你都死了，锁屁哦你！我靠，锁到自己不见了哦，太屌了吧！我有大了，我大了，你有大吗？我跟飞仔，我有。来来来，我在中间等你，跳，喂汉堡，压上去，飞龙招呼，直接出镜，你不要在那边锁血，这样恶心啊！对哦，还在啰嗦。哎，怎么每次锁血都是你输的？喂，对呀、啊，哇，不要搞哎，你们，我都想讲不要搞哦，但是它就是发生了。喂，拜伦法师，对哟、哦，而且好像很久没有看过使徒跟老麦这两个英雄了。没错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火龙哥能不能打得赢对面的使徒了。没错，我从巨龙变成一个小龙，能变成火龙了。我老了，多变，对哟、哦，大冰怪我是没有，你是肥龙，哎，肥龙可以变了，但是我还没有啊。哎，我已经变了喽，我还没有大招，差不多要有了，差不多有了，你可以压过去。都不有大招了，你就可以上了。OK OK， 去招呼肥龙哥了，哥了哥了，这个组合叫做肥。飞龙收服、哎，然后两个一起被使徒干掉，没有了啦，飞龙收服都没有了啦。你看那个给安在那边讲风凉话的给安，你看他给安，白色什么？来，飞龙收服合体版，为你是个汉堡，快快乐乐啊！啊 okay, 不错，直接点一下他们，只要一波就过了了。我跟你讲，飞龙收服的强大，对，没有错，没错，给安站中间啊！啊，没错，给安你在那边唱歌啊！啊哎呀，舞台留给你啊！你给我好好的唱歌。你们飞龙少妇可以做好来了吗 ？OK OK OK， 他们一点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飞龙少妇尽量努力一点。来，老布去中间，我跳中间，去中间，我跳中间。可以，我去着。OK OK， 飞龙少妇又出发了。OK OK， 谁敢过来？喂他吃个汉堡先。谁敢过来？没问题没问题，我要站着我的舞台啊，继续唱歌。OK， 变成叮叮叮叮最后一个家伙，扫爆他、哎！直接赢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观众，你看。好，来了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什么组合了啊？这个这样哦，飞龙少妇 ，OK， 飞龙少妇组合打不打得赢对面的霸子组合了？没错了，有看到我们的给冠吗？给冠换上一个更给冠的来了。那奥布莱贝啊，肥仔一以为换了英雄，前面就不提啊 ！No， 我们一定会讲起的。就是啦，中间可是我的舞台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打我，我就有大了，只要被打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跳，哇操，哦，喂，喂，我来喽，你看。还要我一个歌手只去干掉两个人，那也可以哦。哇塞，看来这给我一点都不简单哦。有什么办法？毕竟你是歌手嘛，是不是？我们那里可以跟你一样的。毕竟你是舞台那道光芒，不是这样子的吗？聚光灯下最英勇的肥肖肥仔就是你了。我大招气收舞，我大招气收舞。OK OK， 肥仔一加油，我在后面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来来来跳，我压上去压上去。OK OK， 我 extend 他了 extend 他了。去吧，他们九折了哦，不可以让他们再下来了。现在开始，他们不用出门的喽。挡着八子，喂汉堡。OK， 加油啊，飞龙收服。哦去 ，OK， 看这个要闪一闪，这个痛，这个痛，可以，我继续在这里，我没有大了，先，对，可以，我继续先，哎呀，帮忙我，不要给我死，哦，上，开个盾先，啊，那个混蛋想要进来，变身，继续扫，跳，吃汉堡 ，OK， 我们还在，飞龙少妇再加上给我的组合，没错了，给我的歌声才是真正最给力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哇，敌人是被吓死了，其实，撑多下，耶，反败为胜喽。哇，对面有狂牛，狂牛对决飞龙少妇。哎哟，飞龙少妇遇上了这两个近战的对手，其实是好事来了。哎哟，好事来了，原来。OK OK， 我们打这近战的很好打了，最主要他不要守长罢了。你看，你看 ，BB BB， 哪里跟我打？哦，太棒了，没错。你看，你看，我锁到一血的话 ，BB 怎样打赢我？哇， okay、你的锁好像没有什么用啊，就死了咯，还在那边威风什么？威过龙了啊，这就这样。来，我开大血，然后开大才上啊。来，上，飞龙少妇合体啊，上去被打一下来，我合体啊，飞龙少妇。可以，没问题， okay, 还能打， okay, 永远无限火的啊！再背刺神，可以，再狂牛要冲过来了，狂牛过了我就烧他师傅，烧他师傅 ，OK， 来算，一杀敌 ，OK， 就是你个混蛋了，再变身 ，OK， 他没有打断到他就凉了，哎呀，喂，我抓到那个路过的狂牛，对，这样我要开个一血保着自己先，哎呦，转个亮光也还可以，开一个大招继续出来，呜 ，OK， 要凉了，要凉了，真是。下火、啊、哦，开个飞剑扛一下 ，OK， 跳，变个身吧，哎呀，变不击出，跳到飞仔，飞龙死掉了，少妇给光组合，这个是炫服，切错了，切错了，切到给光，啊，炫服，两个老虎，这个是优势哦，飞虎跟胖虎、哦，啊，演的炫龙出海吗？我的炫服出海，喂 ，OK， 炫服出山，啊，看到不？厉害啊！
来呀、啊！哎，对面也是有只龙吧，龙骑士。OK， 但是它只有一个龙而已，它其他的组合没有配合到。OK， 我们这组合配合到，美美啊！它配龙跟莉莉叫什么厉害龙啊？哎呦，几不好听，厉害龙？什么叫厉害龙？就是，所以我就讲啊，它不好听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不像我们的这样厉害，不好听。小心啊，锁血啊！哎，锁血我也锁啊，看你能锁几次，大家一起锁。哎哎，你都死了，锁屁哦你！我靠，锁到自己不见了哦，太屌了吧！我有大了，我大了，你有大吗？我跟飞仔，我有。来来来，我在中间等你，跳，喂汉堡，压上去，肥龙烧菇，直接出镜，你不要在那边锁血，这样恶心啊！对哦，还在那边锁。喂，怎么每次锁血都是你输的？喂，对呀、啊，哇，不要搞哎、欸，你们，我都想讲不要搞哦，但是它就是发生了。不用紧，不用紧，还能，还行还行。92，有机会没有？好像有点劣势，它又来了。我连打掉这只龙都不够厉害，龙比较厉害。哎呦，可以。哎哇，对面卡通仙人掌，没错，扁扁的可以讲，二 D 的可以啊，扁扁啊，扁扁的仙人掌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组合能不能打赢对面这个组合了。OK， 加油，飞龙少夫，那是一定要的嘛，毕竟我这个有个龙骑士在这边。飞龙少夫 and King On 开演唱会 ，King On 是很重要的。变身烧 ，OK， 给我成功勾下来了。可以，我大招有了，跳，喂、哦，哎，还好可以。火车佬，你不要这么差棋咬啊你。没错了，火车佬要不要撞？我烧他。来来来，哎呦，中间那两个残血，看他跑不跑？喂、哎、喂、哎，中间两个残血、哎，不过摸不到他、哎、啊，问题是摸不到。变身火烧他们，哎，可以，火烧好烂。OK， 给佩妮差两粒，差两粒 ，OK， 烧掉了，没问题，我的大招75。继续来，啊，火车佬，你敢你就再来，他现在四个他一定来了，我火烧你，火车佬啊，吃个汉堡，真的，夸张吗？火车佬是怕火的，嗯，这个你们平时没有想到嘞，厉害哦，真的没想到了，他怕火，哎，他的弱点给我找到了，怕火的火车佬啊 ，OK， 仙人掌，仙人掌不要比，仙人掌死，哎呀，哇，死完我们，结果胜利的是对面的佩妮，没问题，最后的 Last Man。standing， 毕竟我是个七龙者，哪里可以说的？可以，我先站。Okay. 变身 ，OK， 变到了，你就凉了，火车佬啊！喂、欸，可以，没问题，继续喂你汉堡，限制他们搞搞 ，OK， 我打掉那炮台，结束。大奶妈遇上匪龙兽不会怎样嘞？大奶妈还让我们一只手的哦，他是让我们举起来那只还是放下来那只？我就想问他一下。又举又放，可以一直我们一左右，他一定打不赢我们的。OK， 可以，肥龙超扶上去，但是用大来杀敌，他会不会有点没油？那、啊、你会，你不要踩死掉了，更加没油。哎，那个一定很没油。OK， 我变身来，必加爆，必加爆，我跳轮了，李大师。OK， 还好我们打头也有一门本事哟、哦，可以哟、哦。喂、哦，他想贴脸大招，我们闪一闪先，没问题。来嘛塔，我们烧埋他的塔。哎呦，我还没有搭，吓死我！我下来了，突然间下地啊。OK。啊呜，要死。OK， 第大声96啊，给我追到半死啊，我蓄能一下我的血量先。OK， 飞兔追奶妈，没有想到吧奶妈。OK， 收买奶妈了。OK， 滴答也被我干掉了。现在我们是一个战场上最英勇的这个组合啊，飞龙少夫再次出场。我的攻击这样短了，这样子我就可以啊，开启我的演唱会了。OK， 给俺抢过，厉害，没错了，人神共愤啊！咩人神共愤啊？人神女又跑来了。给我唱歌不是人神共愤的吗？你说好来了，用得相当妥当。咦，完了啦！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！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啦！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